一座海洋元宇宙大学诞生了，海大携手 XR Space 共同创元宇宙空间，模拟海大校园景色。暨大学院院长以数位虚拟分身向元宇宙访客智慧介绍学院及系所特色，借由多人即时互动技术，实现跨校、跨国、跨社群的独特社交性。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举办的海洋元宇宙的成果发表会啊，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元宇宙的产业提供了我们大数据的分析，还有提供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些信息的交换啊，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科技，可以促进我们经济的提升，也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建设、交通、科技的问题。那在海洋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现代化的航轮，还有很多现代化的海洋科技。所以今天成果会的发表我们觉得非常光荣，是由我们校友周永明董事长来成立这个 X-Space 来做发表，我们希望这个发表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元宇宙应用在教育这个领域，本来就是元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主要是元宇宙可以打破了时空虚实的这个限制那可以让很多教育的不公平能够把它拉近。那除了教学以外那还有很多的活动是可以办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可以应用到。教育一直是元宇宙技术最大的应用之一， XR Space 持续思考如何翻转教育生态，以技术协助提供学生更亲临实境的学习空间，利用元宇宙平台特性，透过沉浸式的体验学习，促进海洋永续行动。后续将会发展元宇宙讲堂，将实际教育课程跃上元宇宙，打造高互动性的虚拟科技课堂，也让学生透过实际参与理解元宇宙技术及其应用内涵，借此培养科技实力。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